очку 둘 Yes ako 开本子，第九十三页后一面，九十三页后一面，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，中下的部分。 该四禅八定，凡外亦能修习。啊，就从这篇开始。那么我们昨天说了啊，说我们要讲讲四禅八定，哎，顺便讲预切天。 味道的一天，也都说一说啊。那么玉计定这个九心祠，这个介绍过了。你的味道的一天，也已经有所启示，但是还没讲完毕。现在就继续的说明。 味道地点说完之后，再正式来起世四禅八天。味道地点天也称作未次天，未次天，在四禅波罗蜜中头说道：因此遇见定后。 闽南虚佛，是于御界之身，坐中不见徒手床佛，游乐虚空，此事未到地天，所言未到地者，此地能生出产客，即是出出尘方便店。 一名未来臣，一名富兰战星、啊，我们就就此结款。所以，一切定之后。因为。刘爷爷。正路了，预切定之后。 因为这场预测定之后，就闽南西胖虚无后的闽、啊、南也就是明媚的样子。 有虚虚无和他丧失了预切的身体，所以在这当中，他就没有看到自己的头、脚啊，自己的头、手还有床铺都看不到，就好像虚空。这个就是回到地天。 所说的味道地是什么意思？说这种地就能够升起出产的轮廓，也就是出产的方便面，也称作未来产，也叫做忽然战新，忽然战绩之心。 这个就测示过了，一套第一天，一个说过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进入市场八天。市场八天，先讲到市场，市场的情形，我们就如何大持度论。 来解释给诸位听，《大智度论》是在卷十七，卷十七他就有的。他怎么说？初禅离生喜乐,乐，若有比丘你注意。 其恶不善法，有觉有观，离生喜乐，入出禅寂灭。离以其恶法，有觉病有观，离生得喜乐，是人入出禅，以得离因我。 此佛清凉天，如人大热门，如能持则乐，如品得宝藏，大喜却动心，温脾则为官，露出禅意来。我们就提示了 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就是说，初禅叫做离生喜乐，就是离生喜乐变，他的境界是如何呢？他就说了，若有比丘，假乐。 有这个比丘，你注意。及不上法，愿你注意，就五月一提不上法，就只切口五开，不算之法，五开前面我们解释过了，但是有觉有关 有垂有关喽，啊，那么什么叫做有垂有关？啊？我们在解释十八层次的时候，再详细的加以解释，啊那么简单说，就是初心在原。 就叫做觉，细心其次进一步细心的分别，叫做观。那么觉观是旧的翻译名称，假如新的翻译名称叫做有寻有视，它是离生喜乐。 离生喜乐，而进入出产进入出产所以，记诵就这么说：离，一，起二法二。 离开五月一天五块进行二房、啊，有权并有宽，有钱而且哦有宽啊，那么离身得喜乐。 四人入出禅，他能够离身而获得这个喜乐，这个人他就进入了出禅，以得离因，河，他已经获得离开。 贪淫之佛、哦，贪淫之佛，这获呃清凉天，他就能够获得清凉的产品，清凉产品了。啊，本来我们身心很热闹的。 他入了出产了，就是获得清凉的产品下头就以比喻来说明：有如人，在大闷热的天气里头，能够入一清凉池的话，就感觉很安乐。 如贫得宝川，啊，又好像贫穷之人获得宝川，八喜绝痛心啊，还、哦、有广大的欢喜，这种的初心在愿，感动其心啊、哦，这个绝。 打死绝痛性，这个呢就是绝绝惯的绝。分别则为惯，啊，在细心的分别就是惯的。入初禅亦复如是，进入初禅也是如此。那前面讲到离生得喜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再补充说明。所谓敬畏之心，叫做喜悦。 恬淡之心就叫做乐，出传既然能够愿你遇见，这个啊，啊，恶不善之法啊，所以他就升起这种的喜乐，叫做离生得喜乐，愿你，欲恶之法而升起喜乐。 叫做离生得喜乐，好，这一段出产过过去了，接可以说明二禅。二禅是什么？二禅定生喜乐，绝观灭，灭清净，细心一错无觉无观。 病生喜乐怒恶惨，即曰知恶法乱心，虽善而因离如大水澄清，泼荡亦无欠。譬如人大起安隐睡恶时，若有幻浮身，其心大扰乱。 色心入禅时，以觉观为牢；是故除觉观，得入一事处，内心清净空，定生得喜乐，得入此二禅，即永心大愿。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 特产叫做定生死，了定生死了。他灭绝惯了，绝观灭了，就变成无绝无观了。啊，初心在忍，细心的分配，都把它灭了，所以能够灭清净。 内清净，内清净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内心清净。他以内清净之心而发生禅定，皎洁分明，没有过患。所谓叫做清净。 细心在一个地所谓心已尽心，无觉无观，没有细粗心的在远，粗心的觉悟没有了、啊，也没有细心的分别，所以定生喜乐，就气怒、震怒。 二财，计数就这么少，知恶法乱心，了知绝贯恶法，扰乱罪论清净之心。为什么缘故啊？ 因为绝是初心在原挂案细心分配。这两种法虽在一心，但是两种相不具实而有，不具实而有。 所以他乱行，虽然是善行，然而也应当要怨理。这就行者了之。这种的罪观虽然是属于善法，然而他会扰乱禅定之心，因此此刻应当怨理。 下头就以片语来说明，如大水澄清，波荡亦无见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修行之人。 心为你的冤客内心想要怨你，怨你这个绝冠的冤故，所以就喝着这个绝冠，他就做这样子的想念，说绝冠扰动、扰乱、动荡、残命之心。 就如同澄清洁净的大水，波涛荡漾，一无所欠一般，所以，这种的存款，要把它认领，它就好像这个波涛荡漾。 一般只要怨。要像要疲劳一个人来大大极为安隐睡卧的时候、嗯，睡得好甜蜜的时候，睡得很安逸的时候，若有放物声齐心的扰乱，假如。 有人忽然之间啊，把他叫喊，有叫喊他的音生。他内心就大大的感觉苦恼，恼恼乱了他寂静之心哦。所以叫做提心大恼乱。 受信入坛时，以绝患为恼，所以我们说是铁令心恶。入于传令的时候，是以绝患这恶法作为，把它当作就是扰乱的。因此之故，我们要除却绝患。 得入一四处，什么叫做得入一四处？一四处也就是啥？既然愿你结块，就得以入一二产，跟内境相应，内境相应哦，所以就以内境作为一四处，所以跳槽 是故除绝患，而落一实处，内心清净阔，定生得喜乐。既然愿离绝患，依为内在清净之心而发起禅定，就能够皎洁分明。 没有过患，而获得清净的名库，这个叫做内心清净库。定生得喜乐，上头的初禅说离生喜乐；这里二禅说定生喜乐。这个意义到底是如何？ 前面说离生得喜乐就少，初禅愿你一切身起，色界变化在变故，叫做离生而获得喜乐。二禅既然没有这种利益，利益，所以只说定生得喜乐。得入此二禅喜永心大愿，所以。 能够进入这二禅之境啊，他喜用心大悦，进行踊跃之心，大大的翻阅了。这是二禅，接他三禅。三禅离喜妙乐，行者观喜之客。 亦如绝观，故心舍念智，受生乐，是乐圣人能得能舍，一心在乐，入地三禅。即曰：色心第一定，即然无所恋，欢喜必弃之，亦如舍绝观，有舍故有喜。 思喜则生忧，离喜乐生色，舍念其方便，圣人得能舍，愚人舍为难。这是什么意思、啊？说三禅，离喜妙乐，修行之人，他就关这个喜之过了。 前面二三二产定生喜乐，然后还要入于生产有关系的这种过过患，这东西的过患啊，也如同这个二产对此绝关的情形一般，所以又行这个。 所念之智，而那所生的，那所生的，行舍念智，舍念智是什么意思？啊？ 这个行舍念字，先说明行舍，也就说，愿你恶传大喜动身，所以就色心不色，叫做行舍。然后这个念字念字什么意思？ 念字就得念到三禅之次，而获获得啊三禅之乐，行舍念字，所以下头说受生乐。既然离开二禅之时。 生就可以说三禅之乐，叫做受生的。是的圣人能得能少这种乐，圣人爱,爱。就不是凡夫哦，他能够种他，也能够舍弃他，不知着。 一心在乐，一心在乐，所以就落于第三禅。因此气数就这么少。色心第一天。这句话怎么说？前面第二禅定，虽然从内静而发，但是大喜通阳，并不牢固。 并不牢固哦。只是黄心念着一暗隐之侧，就如同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妇女是罗刹女、罗刹鬼，他就会把他抛弃，而不生起念头之心。 就能够一心专念三产的功德啊，所以叫做色心第一定。因此之故，下文继续说：极然无所念，具其的样子，内心无所念者，欢喜欲气之，亦如此权观。 心者，关系的过患，想要舍弃他，也如同二残舍弃绝观一般。有所故有喜，失喜得生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内心领受，所以有喜；失喜的话，就转而身起忧恼。 就生起忧恼啊，所以这多多大有片啊。啊，如贫人得宝，欢喜无量；一旦失去了，他的这个忧愁也是非常深重的。所以说，有所故有。 啊，有所故有喜，失喜得生忧；你喜乐生受，则念其方变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了失喜而生忧，所以应当舍离喜，以解三残乐，变生此受。舍弃喜心，就不复有恼。 又回了。那么舍念其方便，念与其方便，怎么说？既然正得生禅中乐，不使令娱乐生起过患，这个就是有智慧的群巧方便，所以叫做舍念其方便。圣人得能舍，愚人舍为难。 算禅之道是世间第一，能够升起一般人内心探索，但是圣人有巧妙的智慧，他善你能够调摄，啊，能够运用后边的乐以及诸多殊胜微妙的法门，用来自己醒悟，使令皆念心。 不贪草。假若愚人的话、啊、愚人就是指其他凡夫众生，舍为难，愚人就舍为难咯、哦。其他凡夫众生要舍其他，就非常困难了。所以呢，一般凡夫就少能舍得，啊，很少。 能够舍弃他的，啊，被这种乐就乐昏头了，啊，就不肯舍了。这段市禅，市禅舍念清净，行者欢乐之师，一如观息，知心不动错，最为第一。若有动错，是则有苦。 行者以第三禅乐动过，求不动错，一段苦乐先灭忧喜苦，不苦不乐，舍恋亲近落地是禅。即曰：若能知乐患，见不动大安，忧喜先已除，苦乐经已断，舍恋亲近心，落地是禅宗，第三禅中乐。 无常动故苦，闭气中断忧。初二禅除习，是故佛是春，第四禅中说：先以断忧喜，今则除苦乐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禅安啊？ 也就是说，修行之人观三禅这种乐的过失，也如同啊三禅在观二禅的这种喜的过失一般。了知心不动，啊啊，不动有之错，是最为第一。假若有动荡之错 动荡之处啊，那么动则有苦了。我们有所造作，有所动，啊，我们心性本来是如如不动。你有所动，有所动就有苦。那么行者、啊、修行之人，因为第三层这个乐，动动荡了，动摇了我们这个静心的轮廓，所以它进一破。 就不动之差，用来断除这个苦乐啊，而首先就灭除忧喜的变化，因此就不苦不乐，能够舍恋清净进入第四禅。不苦不乐，也就是心无善恶，极能平等，一个就个市场的定向。 所以入了第四场，下头积送就少，若能吃若饭，见不动大安。假如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啊这两件、啊、这两件若能吃若饭，见不动大安，就说明修市场的拳脚方便。 怎么见到他的过患呢？最初想要获得了一心真情，尽情的去寻求，大大的辛苦啊！既然获得他啊，去守护爱着，这也是啊痛苦。一旦失坏，又受苦了，哦哦、所以经常少。 第三层乐无常动故苦，第三层第三层之乐无常，由动他的名故，动坏他的名故，所以是苦。又者，这种乐法覆盖了我们的这个心念，使令我们的心念不清净。为行者，既然深深看到三禅乐有大苦吃饭。 所以应当一心愿力啊。然而看到第四禅不动之处是大为安宁所以就一心寻求，就好像我们在愿力说破种种苦啊，寻求极乐种种殊胜妙乐一般啊。所以说。 乐能知乐饭，见不动大安接着，有时先一除，苦乐经已断。有时于先前第三禅已经出去了，这个苦乐在现在第四禅也已经断绝了，因为第三禅的动。 动则有苦乐，现在第四禅是不动错，所以他是不苦不乐。所以说苦乐经已断，舍念清净心入第四禅中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既然获得不苦不乐的禅定，所以就舍弃下下地的圣乐，爱不生起。 这个因为要复其次真正的这个禅定啊，因为发起还没获得成就。假如心精进一殊胜的禅定，那么就能够随念而动转，这个就不叫做无动定。因此之故。 这个禅定花起，念心不念草，自然能够舍离。这个叫做叫做舍念。这个叫做舍。那么念清净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就是、舍念清净心，先讲讲过舍。这个念清净怎么舍？念清净也就是。 这个禅定、昏眠、等次造了平等的心智观照了了，叫做念清净。这个心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也就是定心极静，虽对虽然对着众缘，但是内心也没有动念，所以叫做心。 叫做一心，而且呢叫做所念清净心，那么就能够入地是禅宗，就能够证到地是禅当中，第三禅中乐，无常动故可，第三禅当中的乐，因为无常扰动他的名廓，所以是苦。 一切中断药，出二禅初行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行者在玉界天以及未到地厅当中，愿离五岳，去除五盖，那么就首先已经断除了幽悔，更加乐于出禅二禅，将这个喜勇之心。 也灭除了，随土产出息。自古佛世春第四禅中说，先已断忧喜，今则出苦乐。因此此刻佛世尊在第四禅当中宣说，所先已经断除了忧喜，现在第四禅。 更加灭除苦乐，就变成不苦不乐。以上就解释过四场接着我们再说明四空片。四空片我们就不不再根据大智度论说了。 是空天，我们就根据法界次第出门来说明，法界次第出门。 无法借此地出门张总说了啊！他的四空定、四空处定，他是排在四无量心之后，四无量心之后，所以他这就这么说：四无量心而便是空处定场，四无量心中最有大功德。 而未免行持之患难，若行而暗色如牢狱者，则心心要郁，出离色龙，故知无量以明是空处定。通言空者，此是定体无形色，故名为空。各依守正之境为处，净法持心。 心无分散，故名定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就是说，其次别是无量心而来辨明是空处禅定的情形是怎么样呢？因为是无量心当中，虽然有广大的功德，难道未能够免除这种身心体质的？ 若患累赘，假若修行之人厌恶这个啊啊色身啊，啊就如同牢狱的话，那么他心心念念就欢喜好药处理这个呃色能。所谓在呃、啊、这个其次于无是无量天，就来说明是。 四种空处定，而龙通说空的道理是什么？说这四种定体它是没有形色的，没有形体，没有色质的，那啊，所以叫做空。个别依于他所证得的境界作为触手，这种境界之法啊，来持心。 是令心没有分散，所以叫做定。第一叫做空处定，第二是处定，第三无所有处定，第四非有想非无想定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先说明空处定。空处定是什么啊,啊？在这里说。 若灭三种色，明空而入定者，明空处定，行者变换色如牢狱，心欲出离，即修观测破一色故，各一切色相，灭有对象，不念种种相，若无边虚空处，心与虚空之法相应。 是为虚空触电，这是怎么说？说空触电，若灭三种色，假若灭那三种色，那三种色？第一种可见有对色，第二种不可见有对色，第三不可见无对色。可见有对色，也就是所谓的色尘。 它包括神色、形色、表色在里头，不可见有对色，就是生相未处事尘；第三不可见无对色，就是法尘，也称作法处所色色。这个叫做落灭三种色，也落灭处这三种色，圆空而入定者。 缘念虚空而入于禅定的，这个叫做空处定。行者厌幻色、如劳业，修行自然厌幻厌恶，以这个色、色法啊、色身啊作为过患，就如同处在监牢里一般，内心想要出离，他就修这种观照的智慧。 破一设法的边廓，哈、啊，所以啊，就过一切色相，过一切色相就是破除，可见有对色；没有对象，就是破除，不可见有对色；不念种种相，就是灭除，不可见无对色。就进入无边虚空之处，心跟虚空之法相应。 这个叫做虚空触定；接着第二叫做四处定。若舍空原事而入定者，名事处定。行者变幻虚空，虚空无边，缘多则善，能破一定，即舍虚空，转原始心原事，心里事法相应，名为四处定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啊，啊，所以称作四处四处的，也因为它是舍空圆寺，舍空圆寺啊，以事为处，所以正从所圆之处，那时候这这种的名称叫做四处，这种殿叫做四处殿，所以说。 若舍空缘事而入定者，就叫做四处定。心则厌患虚空，虚空无边，云多，云多则散，能破一念啊，就是就是啥？修行之人啊，他他了知空处定与空相应啊。 那么虚空是无边，内心圆念虚空，人多的话就会散乱，能破坏这个禅定。又复其次，这个虚空是外华，人外华入定，定这个禅定是从外华而生，那么这个就不不安隐而罪过多，这个是错。既然是内华，所以现在人内华而入定。 为大都是属于极静安隐的，所以他就舍虚空，啊啊，就转心缘事，心跟事法相应，这个叫做是处定。接着第三，无所有处定，若舍是,是错，心一无所有法而入定者。 名无所有处天，心则运幻于世，三世之事无边，人多则善能破于天，故舍故舍原是转心一无所有法，心与无所有法相应，名为无所有处天。有人解曰：是舍多事取首事。 缘之路定，名无所有处定。第三，第三叫做无所有处定。啊，他就说了啊，假若舍弃，舍弃即可啊，是错。心亦无所有法啊，而路于禅定的啊。 叫做无所有处定，无所有处定了，啊,啊，那么无所有处定，他也称作不用处定，啊，因为修这种禅定的时候，不用一切内外的境界，外境叫做空，就空处定；内境叫做心、心态、舍、此这内外两种境。 所以叫做不用错，不用错他也称作少错，也叫做无所有错，也称作无想错，这三种都从这个电体或它名称的，啊，这个就解释这种病哈。那下头正式说明。 说：so, 假如舍弃是错，心一无所有法而入于禅定的，就叫做无所有处定。那么修行之人厌患于世，那啊，也就是修行之人生生了之四处过患的免故了，所以就厌患于世。为什么免故了？啊。 因为是定、是定、是处定，心跟事法相应。假若在这种禅定当中，内心源于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心事都是无量无边。那么，假若心这个原这样无量无边的，事，人多的话，又散坏为这种禅定，所以说。 啊，行者应观一世三世之事，三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三世的事是无量无边，人多则善，就能破坏这个产品所以就舍缘这个事而转心缘念，无所有法、啊，无所有法、哦、啊，心跟无所有法相应，就叫做无所有土片。 又复其次，上得圆空入定，叫做外定；啊，难落是处，原是入定，叫做内定。现啊，然而一内一外，而不是真正其境。要若一内心，以心人心入定，这种定已已经因为三世心而升起，就不是真实。唯独有。 无心事之处，心无一义这个才叫做安宁。有人解明，有人解解释说：舍多事取少事，名之入听，名啊，无所有处听，说了，有人就解释说：舍弃多事而采取少事。 都是第二次触电，首次就是无所有触电，啊啊！哎，原谅他而入定，叫做无所有触电。那么在《四层波罗蜜次提法门》当中，当有假设问他破次这一段啊，他就有人就问了，若有人说修无所有。 而、啊、修无所有，取这个首饰、原子、露店这种事到底如何？回答说：不然，不，并不如此。应当要舍弃一切，只念只念他无所有法，所以在才叫做无所有错。难道这里所少少处的情形是怎么道理也就是。 一根，我们的一根，也就是我们的第七世，也就是前第六世的这个根本，重生的根本就是一根。那么说到这个少错，也就是一根，对的无所有的法传，生于少错，而不是人少事，而入定叫做少错。 这个就是解释立刻疑惑的问题啊，立刻说过了。接着第四条,条，特唯有想非无想听若舍二边之想而入定者，明为有想非无想听心则厌患，无所有处。 想如痴，有想错如拥如穿，更有定，名非有想，非无想错。即使无所有错，原谅非有非无想之法，心里非有非无想法相应，是为非有想非无想错定。一门。 房屋外道得此天，为正涅槃，断于切想，故言非有想。佛弟子如是之，有系想，一示众而住，故言非无想。而是何而立名？故言非有想，非无想，错定。好，就到这。 这盘段什么意思啊？这盘段就是说，为有想飞无想天，说假若舍假入实二边之想，舍弃无想，舍弃有想，舍弃这两边之想，而入定呢，就叫做会有想飞无想天，啊。 万里一飞有响，飞无响啊、哦！这种天，有人说这种天叫做一晨一王冠。所说的飞翔，就是飞出翔，也就是说王宇出翔，将出翔，把它灭亡。飞飞翔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 回回细想，万卷上就存于细想。若有人解释说前面观是错是有想，不用错也就无所有错是无想。现在双除而、啊、双双除去上头的两想两种想，我也想就清除是错。 非非想就清除不用错的无想之过啊。那么我们要生生了知哦，无想当中的这个过错啊是怎么样呢、啊？说行者变幻无所有错如痴，无所有想这个如痴，这个就是说。 说无所有，天他就如痴如醉啊！这个如痴如醉就片面，没有心想啊。说如明如暗，无明忽忽别，无所觉了，无所爱乐啊。所以在《摩诃衍》上头说，说关于世策是如窗如天。 观无想错如此，这个都是心病，不是真正的寂静之策。更加有这个微妙的禅定，叫做飞翔。那而这种的这个禅定之策，是最为安宁，没有诸多的过错，我应当要寻求它的，啊。 于是，他就一心专精它，就对于非有非无，长念不舍。那么无所有触电，他就自然熄灭了。加这个功用行不断呐，这样子加加功用行，忽然真实的禅定发起了，就不见有无的相貌。 是冥然寂绝，内心没有动摇；是恬然清净，如同涅盘之相。这种的定是微妙，三界没有超过的啊！所以叫做微有想、微无想处定。啊，你、这、看、个，所以这个就将下文也多，意思都解释了，哈哈哈。 则行者变幻无无所有错的这个想，如痴啊，如痴如醉，如眠如暗的情形，有想错，如拥如窗啊，生拥生窗，你一碰它，哦，感觉好好痛哦。啊，那么更加有这个成定，叫做会有想，会无想错。那么他就十七。 无所有处来原念，非无想非无想之法内心，跟非有想非无想之法相应，这个叫做非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处定。也有这么说，说房屋外道证得这种禅定，他就认为证得涅盘了啊啊啊！因为他断一切想，所以说非有想。 那那佛弟子如实了之啊、哦，这种定还有维系的这个相心，但是依事重而出，事重有一个适应。说、so, 想行事还有还有这个适应啊，所以说非无想，所以德跟失，佛弟子的德跟凡夫外道的失。 合起来称呼这个名称，叫做非有想非无想处定。以上就解释四禅八定，我们花了不少功夫哈，呃、啊，解释四禅八定哈。一、啊这个说过之后，我们进一步再看它这个本文。以上就解释四个字了哈，盖四禅八定啊，又、啊、解释了。 一个一个多钟头，一个多钟头啊！得啊，小头就说：“凡外衣能休息，防护外套、四层八病，防护外套，他们也都能够休息了啊、哦。但由未真空旅客，每为禅法所用，而不能巧用禅法。但是，由于他们未能证得。” 真空离体的宾客每每被这个禅法所这个呃、啊、这个操作所运用，所利用，而没不能够巧妙运用这个禅法，既然被禅法所利用，那么外面就随禅而受身，随禅了啊，受身到受界到无受地去了，因此之刻。 就被我守法世界世界所动摇所转变，世界就是四空处、四空天，四空天，世界就是四禅天。啊，所以他说变，因此这个他就变，无法被守法的这个世界世界所动摇所转变，所以下头说世界。 就是虚空天，它只有色蕴而没有受蕴，只有色想形式色蕴，而没有受蕴，所以叫做世界啊。而只有这个心事的这个这个界，心事的这个这种的法界，称作世界。没有受想天。 二生亦能证得没说想听咯，没说想听、哦、是什么意思、啊？没说想听也就是没听听没听听哦啊。这种天，我们来解释解释哦啊。没说想听也就是说、啊、想心所没除了，想说 受想两种的新手法而灭灭亡了，出入时也进了，没有出入时了。真正的这种禅定，它就能够断见思烦恼而正得胜果。这个叫做灭受想片，也就是灭听定。那么他跟这个无想片，外道所证的无想片，这个是有所不同。 我想听他能够在电禅定当中心想不生起，这个如同冰于自从不能够断见思烦恼正入甚可啊啊！所以这两种禅定是有四种胜利的这种差差别的意义啊。那四种呢？啊、第一种就在呃正德的人有所差异。 那、啊，也就是说，罗汉僧呢，由于受想心灭，他能够证得昧尽之定，也就是昧受想片；而外道凡破，由于希望执着无想，认为哦，这个就是涅槃啊，而他证得无想之天，啊，所以这两种片有四千出四千的不同。 无想定就是世间天，啊，灭尽天就是出世间的天啊。那么、啊，得多人也有所不同。罗汉圣安，得到灭尽天啊啊，这个防护外道、哦、得到这个无想天。第二种就是祈愿有所差异，祈愿有所差异。若没说想定的人。啊 他就仔细诸多的想念，断除贪爱之心，唯独求出世的公塔；而落于无想定的人，他是希望执着，而心无想虑，认为是解脱啊，唯独求世间安乐的果报。所以这个叫做祈愿有所差异，祈求的愿望有所差异。第三种敢口不敢口有所差异。 意思就是说，无想天它是有漏之业，所以能招感无想天的果报；而这个灭受想天是无漏业，它不招感三界生死的果报，所以跳脱，感果不感果的差异。第四天，灭是多少也有差别，这个灭受想天既然灭了第六识。 尔坚能够灭第七世南无的这一部分，南无的这一部分的第七世也灭了啊！他存有清净的第七世这一部分，清清净的第七世的心王清手法还留着。而这个无想天，他只灭除第六世分别之前。然而诸多的邪见还没有断，呃，尽断还没有完全断除。 所以叫做密释，有多少的区别？好，这个就是解释密释想片啊。所以虽然按密释相片二圣二圣草，声闻缘起二圣的圣草，啊，就是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们也能够证得，然而也能够体他微妙的这种空理，他就去。 灭去灭尽咯，落一片空灭盘啊，不能够啊，不再能够显现出土的威严。啊。今今为逆顺出没者啊，现在是属于逆顺出没的情形啊。起定从禅定起来，出这个叫做出出定啦、啊，入定叫做末，落一禅定叫做末。 从内想向电啊，路灰飞想电乃至从二产起，路于出产，这个叫做逆的出没，逆的出路。啊，从出产啊起电，而路于二产岸内侧，乃次从灰灰想电起，路于内侧想电，这个叫做顺的出没，顺的出路。啊。 假若次第逆顺出没的话，叫做狮子混性三灭。这个前面我们也有解释。假若是剑客出没的话，叫做超越三灭，乃至百大三灭。农总是一以九次地天作为根本，九次地天前面我们也解释过了。然而九次地天有农场一时残资所成就的。 十坛资是什么意思啊？十坛资者，知是分义，为由分分心心手法啊，成于禅天啊啊！说这个资就是分的意义啊，意思就是说有也啊，一部分一部分的心王心手法而、啊、成就于这个禅天。 初禅有五支，第一是觉，第二观，第三习，第四乐，第五一心。二禅有四支，第一习，第二乐，第三一心，第四念经。三禅有五支，第一乐，第二一心，第三舍，第四念，第五慧。四禅有四知，第一一心。 第二舍，第三念，第四不苦不乐，今气复存，单总明时知。啊，这一段我们就说明，说出禅有五次，我们个正式提示了。 所以这里就是正式解释这个禅痴哈，第一就是觉，那什么叫做觉啊？什么叫做觉啊？这个觉，初心在原叫做觉啊，又称作初心觉悟就叫做觉，初心觉悟就就是四禅波罗蜜，它称作初心觉悟啊。 那假如是在四教委会不，普风切，他就解释着初，初心再远就叫做觉啊。初心再远呢，就叫做觉。我们初心能够觉悟啊，这个叫做觉。那么行者一未到地天，啊，修行之人一未到地天，未到地天，我们解释过啦。 他就发起出禅清净色界之法，而触到欲界的生根，内心就大大的进悟起来。这个时候就升起生识，就感觉这种色界的触法未曾有的功德利益，这个叫做觉。这个叫做觉哦。这个第二关，什么叫做关？ 细心分别禅位就叫做观，细心分别叫做观。有这个觉知后，啊，喏，细心分别禅位就叫做观。既然正得出禅功德，他就运用细心分别这种禅定当中的设法，诸多微妙的功德是境界分明，没有诸多的概括。 如此的功德是历劫所未有的名阔，这个叫做观。接着第三叫做习，习是什么？心庆之心就叫做习啊，也称作净悦之心也叫做习。发起禅定的时候，发起初禅、接种禅定的时候。 就有这种喜啊，喜在此生起，但是分别为了未能够明了，所以喜还没有成就。假如关心分别所舍弃一切的乐，啊所舍欲界的乐，这个呃、啊、是甚为为首的。现在正得出传利益是甚多，所以就是欢喜无量啊，所以叫做喜。 这个叫做喜。第四乐，乐是什么啊？一味之心就叫做乐，也叫做恬淡之心就叫做乐。花期产出产的时候就有这种乐，但是分别啊，这种分别之时，动用内心啊，动用心息啊，动用内心之时、啊、了。 那么就能够恬然静力享受于这种出乐的一悦安快，这个叫做乐知。接个第五叫做一心，一心是什么啊？心与禅定之法合一，叫做一心，也就是。 既然不善乱，叫做一心。修行之人正得最初正得出场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所以这种片，而内心由来一为绝冠，喜乐之华啊，所以还有为喜之善。假如喜乐这种心只息了啊，自然内心跟这个。 定法合一了，所以叫做一心。这这这个叫做一心知。接着二禅，二禅有四知，二禅有四知。第一喜，第二乐，第三一心，第四内尽。第一喜是什么意思？欣喜之心就叫做喜。 啊，修行之人最初获得内心清净的时候，那么就跟这个邪具具实发生。难道始心还未能成就啊，自心自欠，可以免除绝关吃饭，获得圣殿、书圣禅定，的这种内境，所以就欢喜无量。 这个就是喜，这个乐，一味之心就叫做乐，修行之人喜勇之情既然止喜，那么平难尽略就受于念经喜中当啊，念经喜当中的这种悦乐,乐叫做乐痴。第三一心，心跟定法合一。 叫做一心，修行之人，色乐之心止邪，那么心跟定，这个定法合一，就成定而不动摇，这个叫做一心。必是内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啊，也就就心没有主观的混杂，叫做内静。修行之人啊，啊啊。 想要愿意出场的时候，就种种喝成这个绝观，绝观之法既然没错，那么啊，这个心就内清了，心跟清净的，说法相应，就破二这个啊啊明了清净，这个属于内静啊内静。 其他的地方啊，他内境是摆在第一哈，内境接着再讲喜，接着再讲乐，再讲一心哈。这里无义大师他把这个内境排在最后，接着三禅有五支，一乐，二一心，三识，四念，五慧，三禅有五只啊。 第一是乐，乐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味之心就叫它乐，修行之人发持三禅乐之后，假如能够善于应用，好，这个讲不完了，我们就先说到这。这个三禅有五吃，呃，下回再分解，好，五吃回香。 no ah.